这屋天天的没法待了，乔彪，你赶紧给我出来！你自己看看啊，咱家现在还能待吗？干什么玩意儿你啊？你再看那饺子都长毛了。哎呀，这点事你就收拾了呗。上星期就我收拾的，那这星期还我收拾呀？哎呦我的妈！你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干啥？你就收拾了呗，你这。你咋就知道玩呢？一天天的、哎、啊！你不爱玩吗？是不是？咱俩今天玩游戏，你不跟我玩都不好使。咱俩打扑克。这样啊，咱俩玩个新游戏啊。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谁不准出声，谁不准动，行不行？那来我家喊一二三。我的妈呀！多大点事儿？我跟你说，就我这一二三。哎呀！这两口子怎么不锁门呢？这进来贼咋整咋整咋整？这两口子对我老好了，哥嫂子，你看看，就知道我好吃饺子。哎呀，给我留的绿豆面的，哎呀，酸菜馅，这不长毛臭了吗？我说你俩过日子能不能精细点？这家让你俩造的。完了，哥哥又是娃了啊、哦！干起来了啊、哦！干啥干呢？两口有话说呗，说呗。哥哈、哦，你再不动，我给你吃酸菜馅饺子了啊、哦！动啊！我嫂子，我哥那不动啊，你我都吐了，你怎么还不肯动啊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不是我哥和我嫂子，我哥摆家里假人，摆俩假人，我得看看我嫂子做的真不真啊、哦？摸摸嫂子胳膊，看滑溜不？啊，滑溜！哎妈！滑溜！我得亲亲我嫂脸，看嫩不嫩啊！我这是你输了！哎呀！动过来！哎，你干啥来了你啊？啊啊！我来找你玩，进屋你就定那儿了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儿啊！大兄弟，我给你讲，我和你哥俩跟这打赌呢，谁先动，谁先说话，谁就输了。那哥，那你输了，我输啥呀？我输，我没你我能输啊？啊？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没关系是不？啊，认打认罚。不是你动了，你输了，我认啥？不认，输准了啊！行，一会儿我跟弟妹说吧。这罗锦小金库啊，在那个哥，认，别说小金库，认，认是不？咋罚？我屋乱不？太乱，收拾了。你还告我媳妇儿？你这两口子日子。不是什么玩意儿，小彪，收拾屋。哎呀，罗吉啊，刚刚我已经在介绍你们的时候，已经说了一个关键的事情，就是如果你们再有一次垫底的机会的话，这个小组将自动解散。成为其他小组的仆人，我感觉通过今天你们的表演，完全没有垫底的机会了。你是否这样想的？我没演之前，我也就这样想了，因为我们三个都很喜欢这个作品，也对我们的作品很有自信，然后我们三个也相信我们的配合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笑。他们团队也是团结得非常好的，至少他们互相之间都很欣赏。是。在场的观众很。也是很给我面子，拍了好多手，我们再拍一次好不好？在一些晚会上啦，或者那种表演风格，我不敢说不好啊，有它的价值，但是我不认同，我不喜欢用这个角度去叫一些导一些表演，我个人就另外的表演风格，
开头尾巴，我觉得尾巴突然间就落下去了，所以整体来说有它的笑点，至于够不够节目之后才知道啊。好，谢谢谢谢三位评委老师，三位辛苦了，期待你们有一个好的答案，谢谢三位。